say it again, say it again. You're saying you're sorry, so say it again. Only you can make my world go black. Say you love me, then you take it back. Say it again, say it again.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那么上个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当时买的一些韩妆，看他们到底好不好用。那这个月呢，就是大出血，因为很多大牌他们出了特别有少女心的单品，所以说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测评看看这些大牌他们出的这种粉色系列的单品，值不值得我们为了这个壳子去买单？因为毕竟大牌他们单价呢还是比较贵的。那么今天呢，总共会有三个品牌，一个是 Gucci， 一个是 Chanel， 还有一个是 Tom Ford。那我们就先从 Chanel 开始说起。那么今天必须 C 位出道的就是 Chanel 的这个小魔方柔光持妆粉底液。不说废话，先看一下我今天上妆有将近到现在差不多7个小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目前的妆感，特别的好，甚至是我最爱出油的鼻子这边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油光。那么这款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水润轻薄，而且感觉可以和你的肌肤完全的柔合在一起，脸上没有任何的粉感还有妆感。它的遮瑕力我觉得差不多能够达到6到7成，而且它一上脸以后会自带哑光的柔雾妆效，就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白净，而且呢是很有亮度的那种白净。那我用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个半礼拜，没有任何的闷痘，而且我觉得它的持妆力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 BD01， 这个我朋友他也有买，他跟我讲说一号色用了以后会有暗沉，但是 BD01 它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白净的状态，所以我最终呢就选择了 BD01。 不过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靠柜试色，或者说可以买那种 sample 去试试到底哪一个颜色更适合自己。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哦，就是这款粉底液在用的时候尽量要用已经打湿了的海绵蛋去上妆。因为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啊，我用的是那种粉底刷上妆，我当时上完以后我特别的想哭，因为整个人的脸看起来非常的死白，很假白。而且呢，就那一天用完这个粉底液以后出油也出得特别的快，基本上2个小时就出油了。你想一想，它又假白又出油，我当时真的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但是之后呢，我换成这种湿润的海绵蛋去上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那个问题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Chanel 他们家今年新出来的这个高光棒，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01号。这个高光棒是我今年买的所有高光产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没有之一。只看这个膏体都会觉得它的水光感很强，就像湖面的那种折射的波光粼粼的感觉。那么它涂在手上以后，大家会发现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的轻薄，而且完全的不油腻，非常的好推开，而且真的是很有仙气的一款高光棒。上脸以后完全的不显毛孔，它是那种非常细腻非常心机的那种细闪，就用在你脸上以后你会感觉一下子你的妆感变高级了很多，但是呢又不是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你脸在反光的那一种感觉。今年我觉得这种妆效这种妆感还是很多人非常推崇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像最近夏天我穿的很多衣服，如果说有露出锁骨，像今天这个会有露出锁骨的话，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身体的高光棒在这边划一下，然后有没有觉得立刻它就会显得你整个这个锁骨这儿看起来就是性感了很多。然后接下来呢是 Chanel 他们家今年新出的两个眼影盘，一个呢是白桃珍珠眼影盘，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粉色眼影盘。在这两盘里面呢，我推荐的是白桃珍珠眼影盘，最近几次被大家夸妆感好看的都用的是这个白桃珍珠盘，包括我今天其实眼妆也用的是这一款。我跟大家讲，白桃珍珠盘你用了以后你就是仙女，仙女本女，仙女本仙，
现。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配色，每一个颜色都非常的实用，没有一个是废色，而且这一盘是新手也可以驾驭的，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显色度呢并没有很高，所以基本上不会怎么出错。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盘它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基本上每一个颜色呢都是这种微微的细闪，它没有大的闪片，像星河一样那种碎闪感，显得人整个眼睛呢是非常的闪亮透镜，通勤百搭又温柔，同时呢又可以增加你整个人的少女感，而且呢又可以让整个人显得很有气质。反正这一盘真的是怎么涂都很好看。然后另外的这个粉色眼影盘，我刚才之所以就并没有很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这个配色其实是这种粉紫色系的，那么它的这个配色其实是比较适合白冷皮的，那像我的话我是一个黄暖皮，会让你的眼睛显得比较小，而且呢会让你的眼妆显得会稍微的有点脏，不管你怎么去晕染它也不会显示出来像刚才白陶盘那么通灵那么干净的妆感，而且白陶盘你上眼以后会让你的眼睛会有一种放大的效果，但是这一盘不会。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个粉色盘，如果说你是一个白冷皮的妹子你会爱它，但是呢就如果你是一个黄暖皮的话你还是尽量不要去碰这一盘。 Chanel 这一季的彩妆我觉得它真的是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仙，美貌与实力并存的，非常推荐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Tom Ford。 Tom Ford 这次呢我只买了两个品，因为他们外壳是粉色的，超级的好看，而且它这个粉色呢是这种裸粉色，同时呢还有一种磨砂一样的质感，所以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高级。那么这款的质地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滋润的奶茶质地，非常的丝滑，一点都不拔干，而且呢像我自己唇纹比较深，这款呢也不是很显唇纹。然后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一款它的颜色，其实03还有04号在手上涂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鬼打墙，就太像了，这两个颜色都是很温柔的豆沙色，可是我上嘴试了以后，我就是一边用的03一边用的04，这样一对比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到03号我个人是更喜欢，因为03号我觉得它更加的显气色，颜色呢是要更加的深一点，基本上所有的肤色我觉得涂起来都是很好看的，可是04号我觉得可能要皮肤更白或者说你的唇色更加再浅一点的人涂它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我觉得 Tom Ford 这一款它还挺持色的，基本上不怎么掉色，除非你去吃火锅，所以我觉得这两款我比较推荐的就是03号。好，那今天的最后一大板块就是 Gucci 他们家的，因为这次 Gucci 总共有12个单品，所以把他们放在我们最后来讲。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一次我觉得应该大多数人最想看到的一个东西，最新出的这个仙女粉饼，因为它颜值实在是太高了，粉金搭配就显得又贵气又复古，同时又因为它这个粉是那种比较有少女感的那种嫩粉色，所以整体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老气，反而是少女感十足的。而且连它配的防尘袋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这种丝绒的粉色，它这个防尘袋我觉得也是很好看，所以说整体的颜值如果说满分是100分的话它可以达到120分。然后你把这个粉饼打开，非常好闻的这种花香味儿，但有些人说这个花香味稍微的有一点重，所以这个味道呢就完全是因人而异的。然后这一款它比较神奇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粉扑是藏在了这个下面，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的精致，很巧妙。然后这款粉饼呢我选的颜色是00号，00号和其他色号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有带着微微的细闪，最开始我有点担心这微微的细闪会不会显得脸上像是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但是并不会，它的妆感是非常轻薄的，完全不卡纹。不过这款我觉得它有一个限制，就是我觉得它更适合当做一个补妆品，而不适合当一个定妆品，因为我觉得它定妆能力比
比较的一般，它不会说像 Kat Von D 啊，或者说意大饼那种它的控油能力很强，这款我觉得它的控油能力一般，但是呢因为它的妆感足够的轻薄，它不会破坏掉你的底妆，即使出油以后用它补妆，你的妆还是定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所以说这款呢，如果你想找一个补妆产品买它没有错，但你如果想找一个很好的定妆产品，尤其是如果你做一个混油皮，油皮你的出油量比较大，想拿它来控油定妆，我觉得就不要考虑了。然后接下来这个呢，也是近期大爆的一个产品，就是 Gucci 他们家的这个睫毛膏。这个和刚才的粉饼的配色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这种粉色和金色的搭配，整体你提起它来就感觉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但是这款大家不要买，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涂了以后你的睫毛会立刻塌下来，它不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 Glossier 的那个 Glossier 那个，你涂完以后就睫毛是很上翘很卷翘的那种，会显得人整个眼睛很有灵动性，但这款不会，它涂完以后立刻眼睛就耷拉下来了，就显得人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就是生动的气息在里面，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一款涂十次晕十一次，每一次涂绝对都会晕，我试过涂睫毛打底和不涂睫毛打底效果是一样的，都会晕，而且它每次都会晕的是这一个部分，就整个后睫毛部分晕得非常的严重。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就是它的刷头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立齿状的刷头，这种刷头通常来说它涂出来的睫毛呢就是根根分明，不怎么会出现苍蝇腿的，我用这款呢它也是一样，但是实在是它的缺点有点多，所以如果仅仅是达到了这样一个优点的话，我觉得是不足以来支付它的价格的。接下来呢是 Gucci 他们家的这个眉笔，这个眉笔它有附赠一个这样子颜值也是高达满分的这样一个卷笔刀，这个卷笔刀还挺好用的，希望它哪一天可以单独卖，这两个是配套的。那么这个眉笔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这个嫩粉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而且这一个眉笔呢整个的质感也是非常的棒。然后这个眉笔呢我选的颜色是03号。先说一下我对这个眉笔啊，给大家说买还是不买，那就是不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眉笔它的上色度简直是和二 B 铅笔一样特别的显色。那么它特别显色有一个缺点就是啥，就是你下手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轻，我已经用了我最轻的手去画它，可是有的时候它这个上色力还是让我觉得有点绝望，就画不出来那种很自然的眉毛，就画出来以后戏剧感有点太明显了。然后呢我觉得它后面的这个刷头也不是很好用，它这个刷头让我感觉非常的廉价，而且呢它在你刷你的眉毛前面的时候并不会说帮助你达到一个更好的这种铺色或者是晕染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眉笔就不要买它。然后接下来呢是 Gucci 他们家的8根口红，我跟大家讲啊， Gucci 他们家的口红简直就是绝了，非常的值得买。那么这8根口红呢是3个系列的，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年的金管系列，也不是今年的吧，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的金管系列。那么先跟大家整体说一下这个金管系列他们的外表质地显色度还有他们的特点，它是这种金色的竖条纹，而且整个的口红你在手上掂一掂就是非常的有分量感的，头段的哑光，但是呢一点都不干，其实和刚才 Tom Ford 这个有一点像，他们都是这一种带有一点滋润感的哑光的质地。然后它的膏体大家可以看到是很有这种磨砂感的感觉的，你特别想上去摸一下看会不会也是沙沙的，显色度非常的高，整个金管它上嘴以后所见即所得，就是你看到的唇膏的颜色和你上嘴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它上嘴以后呢不怎么显唇纹，而且呢嘴巴也不容易起皮。但是整个金管系列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们的持久性会稍微的差一点，基本上你吃完饭以后不管是吃什么饭，哪怕是吃米饭它也会掉色，而且基本上就掉的差不多了，所以是需要及时的去补涂的。但是如果说你足够勤快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克服的一个问题。那么金管系列呢，我这次买了4根，这4根里面我最推荐同时也是最让我出乎意料最惊艳的一个呢，就是208 The Made in Argentina， 包括这个名字也是实在是太浪漫了。208色呢它是一个蜜桃粉以粉调为主的这样一个颜色。
我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粉色啊，我跟大家讲就是很死亡，就上嘴以后显得人很黑，因为粉色它的这个颜色其实它经常会偏出来一种荧光感，那么这个荧光感在我们这种亚洲人的肤色下面看起来就会比较显黑，而且呢会显得比较的土气一点，但是这一个颜色完全的不土气。所以真的，如果你想买一个又温柔又显气色的粉色调的口红的话，你就买208 Pucci 的金管系列必买的一个颜色，给它5颗星。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201号色，201号色我给它的评分比较低，只有1颗星，因为我觉得它单涂会让你的整个气色显得很差，它是这种吃土色，所以会对你的整个妆容要求会比较高，可能你的整个的这种阴影啊，或者说你的这个颧骨部分都需要做一个比较重的这种打色，才会让整个妆感比较高级，否则就会觉得整个人有点暗暗沉沉的感觉。但是201色和208色两个叠涂在一起，会让208色更加突出，让它这个粉调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温柔。所以201号它的可取之处就是可以突出208号，但是它单涂又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并不是推荐给大家。然后第三个呢是505号，505号给它评分是5颗星，大家一定要买它，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涂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太好看，太显白，而且整个人显得太有元气了，它是非常高级的哑光枫叶橘色。完全的不挑皮肤，不挑肤色，整个人气色很好，就那种红润红润的，而且呢会让整个人显得非常的元气，非常的少女，因为它的颜色它的这个跳跃度足够的好，而且它的饱和度呢也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必备的一款，就金管里面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很好看。然后金管的最后一个颜色呢是504号，504号呢我给它的评分是4颗星，它是这种复古的梅子浆果色，就是蓝调偏红又高级又有质感的那种颜色。这个颜色和阿玛尼的一款颜色非常的像，就是阿玛尼的400，可是这个颜色比阿玛尼的400色更加的有气场，就你涂上它以后你就是立刻要去走红毯的女明星了。但是我之所以给它少打了1分，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日常很多人会觉得涂上它了以后有点气场过于强大，所以可能大家用它的这个场合或者说搭配的衣服要相对来说比较的正式，如果说你需要一个重要场合的这样一个很有气场的颜色的话，你就选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3支金管印花系列，金管印花系列其实是去年相对来说比较早的一款了，它的管身上面有这种金色的雕花，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暗雕花纹看起来要比竖条纹更加的贵气一些。然后金管印花的质地呢是这种滋润挂的，但是呢又不是过分的水润，很好涂，它的显色度呢也很高，奶油感特别的明显，这款上嘴以后有微微的光泽水润感，会沾杯，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掉色并没有很严重。那么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说吧，先说一下这个202号。那么202号它上嘴以后是很温柔的红豆沙色，红豆沙色通常来说呢都是比较百搭的，这款也是一样。这一款呢就是不怎么挑肤色，同时呢也不怎么挑妆容，非常的好驾驭的一款。但是我觉得这款的颜色就有点过于的安全了，它不是那种会让人觉得很惊艳的这样一个豆沙色，所以呢我就给了它4分。就你如果缺一个豆沙色你买它是 OK 的，但你如果有很多豆沙色的话你就没必要再来买它了。然后接下来呢是203号。那么203号我反而，我跟大家讲哦，我在最近就是夏天我反而比在冬天更喜欢它，所以它的评分我给它达到了5分，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你越用越喜欢越看越耐看的颜色，它是日系的摩卡红豆沙色，所以呢整个的颜色它的饱和度并不是特别高。
我任何时候如果不知道该涂什么，我就把这一款拿出来。那么最后一个呢是505号，其实和刚才的那个树冠它们两个是同样的颜色，但是因为两个的质感不太一样，像刚才的那个金色树冠系列它是偏哑光的，那么金色的这个印花系列呢它的这个水润感要更加的强一些。即使是同一个颜色，可是金色印花的这一款呢，它其实显得人更加的活泼，而且显得皮肤更加的白皙，饱和度也更高一些。我给它打到了5颗星。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有一点乱打乱撞感觉的这个 Cucci 的碎花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其实我只选了一支，就是这个25号色。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碎花系列吧，虽然说只有一支，还是讲一下整体。那么碎花系列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表，就会觉得整体呢是主打这种少女的复古感。那么整个碎花系列它其实就是带有一点润色效果的润唇膏，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口红的话，你就不要买这个碎花系列的，但你如果想买一个有一点提气色效果的润唇膏的话，你可以考虑它。那么这根它的颜色呢是25号，是有一点偏橘调的这样一个润唇膏的颜色了。我的给它的评分呢就是2颗星，因为我觉得润唇膏大家可以买的牌子有太多了，你如果纯粹喜欢壳子的话，你可以买Cucci的，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好，那么终于到了今天的一个压轴产品了，虽然说是最后一个东西，但是大家知道压轴的通常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让这个时候大家也不会离场。那么今天要压轴的就是Cucci的这一个炼金术系列的香水，这个香水我已经就是买了半年多了，一直忍着忍着，直到了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哇塞，这跟我今天的衣服真的好搭，一模一样，而且配色也好像，我的天，我怎么可以这么像。那么炼金术师花园系列呢，它是属于芳香水，芳香水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种淡香水，所以说呢留香时间会比较短，同时呢它的这个香味也是若有若无的这种香味。然后Cucci的这个炼金术师花园系列的芳香水呢总共有3个味道，大家听一下这3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太有意境了。第一个是秋之别，第二个呢是月光曲，第三个呢是冬之颂。那么当时我去专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一个都闻了，然后冬之颂这个立刻就吸引了我，我太爱它了。我觉得大家知道挑香水，我觉得跟挑对象一样，就是讲的就是一拍即合。我觉得我跟冬之颂就是一拍即合，我闻到它我就知道这个是我的香水，就可以直接穿到我身上出门的那一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系列的外包装，它整个系列呢都会佩戴这样一个碎花的这样一个外套，而且我觉得这个香水它真的非常的有收藏价值，就哪一天你如果把它完全喷完，你把它放到你们家，你不觉得都很像一个艺术品吗？实在是太美了。它有一丝很温暖的木质调在里面，你感觉你自己身处在一个大森林当中，同时呢这个味道又会把你立刻带到一种很复古的这样一个气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当时闻到以后我就哇真的是太喜欢了。而且呢我从冬天一直喷到现在，我觉得在不同的季节里面你喷它你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每一次都会让你的心情立刻就是沉静下来，让你觉得很平静，不是那种让你闻了以后立刻哇欢脱的像一个兔子，而是就很安静很舒心的那种 feel。 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和别人撞香，反正我现在出门我还没有闻到有一个人跟我喷着同样的香水，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很独特的香水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系列，这一个系列我觉得都是很难和别人撞香的。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所有的产品，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结束了。哎，不是产品跟大家说结束，是我要跟大家说结束了。那这次东西呢确实也是比较多，所以我之前做功课大家可以看真的是满满的3大页。
都写不完。我现在想的就是每个月呢会跟大家出一期这种合集的形式来分享我最近买的彩妆，像上个月不是韩妆，这个月是这些大牌的粉色主题，那么下个月呢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最近呢已经有在试一些单品了，然后大家如果有哪些还想让我继续去试用或者说想要推荐给我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或者是给我留弹幕，我现在嘴巴已经说不清楚了。然后天气现在正好也要黑了，好开心可以在天气黑之前把所有东西说完。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